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京报记者马俊，我现在是在杭州亚运会的主媒体中心。那么再过一会儿，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，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就要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了。很多小伙伴啊都在给我发消息，说今天晚上的亚运会开幕式我到底去还是不去。就在几分钟之前，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大家看，开幕式的门票。那么这张门票啊，肯定很多人呢都想得到，而且呢最重要的是，大家想知道亚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到底长什么样。你看，在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门票了，上面有时间，2023年9月23号晚上8点钟，中英文的。然后呢，我的区域是在 C 区下层 C3 通道24排46席。这样的一组数字啊，可能不能够非常直观的知道到底坐在什么位置。当然了，坐在什么位置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手里有这张门票。